有空嘅床位。好多人嗌你啦，唔使我叫。Hello， 麻煩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喂，今日有啲咩心情咧嚇？同我哋講下我哋呢個嘅籌款項目。係籌款項目就係、是其實係啊，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好中意買獎券嘅，其實係啊，因為通常咧係一百獎券送嚟學校咁樣啦，即係我就會，因為我嗰陣時零用錢又有限，咁我自己咧就買得一兩張咁樣啦，之後就會嗌媽咪包辦埋其他啲，你玩曬佢啦，係啦，所以即係大家有慈善獎券咧，即係少少都唔緊要嘅，即係可能平時零用錢好少買一兩張，其實已經好足夠，我覺得做善事即係多啲善事先落去。咁而家大個女啦，買多啲咯喎，知唔知啊？冇錯，我會噶啦。交個台俾你，等你介紹。好。今日送呢只歌俾大家咧，其實係啱啱一套新上映嘅《如念深》嘅戲嘅主題曲嚟嘅。咁呢套戲咧就係、叫《第一次不是你》。咁呢只主題曲嘅名咧叫做《每一次都是你》。多謝曬，好好聽啊 ，thank you。
係啊，另外咧，其實稍後時間咧，我哋咧就會邀請台下面所有出席嘅嘉賓朋友咧，一齊會喺台上面影一張嘅大大大合照，所以麻煩大家留步嚇。所以呢件事咧。